太太圣王郑成功英年早逝，为何临终前下令要杀妻灭子？外在内在的一些压力跟挫折。台湾400年政权更迭，解构郑成功的多重形象。借这样的历史人物来看，达成他们现在的政治目的。本周日晚间8点锁定三立新闻，郑鸿仪为您划时代人物。